吉他手兼主唱，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钢琴手。可是因为钢琴手他已经是社会人士，所以我这边就是表演的时候还是会跟吉他社各大社团合作，像就是音习社的阿泰，然后我是吉他社的小汉，然后就是你们的爵钢社的像是大家长车刚，然后很开心，就是大家可以帮我一起完成这首创作。就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，再带来这首歌曲《沉溺》。那些想抓住的，全都。